今仔日来遮，看咱乡亲吼交换知识啊！啊，交换什么知识呢？迄个咱从台湾人的角度看中华民国，也就是中国人对台湾的统治。听好哦，今仔我讲这吼，爱听好哦。从台湾人的角度看中华民国人。就是中国人对咱台湾的统治啊，是安尼啦，哦。即马吼，咱要宣布，我们要确认一下吼，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相互地位啦。咱台湾人是比统比价，啊，统比价就是中华民国党，包括由台湾人组成的蔡英文的民进党，由中国人组成的国民党，还佫由中国人组成的宋楚瑜民进党，因三党拢是中华民国，就是中国。因即马中国吼是咧中国人吼是咧统治咱台湾啦。对啊，有一组吼，牵咱行较歹个啊。咱认为讲这是吼咱台湾人啊。首先哦，蔡英文因即组吼，因就话讲吼。中华民国国主权，伊国的主权嘛是中华民国的主权，就是中国的主权啦。甚至啊，蔡英文吼，伊个陆委会迄个邱垂正伊嘛讲啊，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嘛讲啊，当社会的共识达到以后呢，我们不排除哈跟中国哈签订和平协议，因为吼中华民国，即摆这三组吼，你。绿色的、蓝色的，含宋楚瑜，因这三组拢是中华民国人，就是中国人啦。啊，他们是统治者哦，他们统治着台湾人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是一个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的角色啦。你想吼，蔡英文吼，会破除鲁门嘛？蔡英文吼，伊破除鲁门，那不可能是真的嘛？因为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哦。无可能，互你两党就摕到博士学位啊！但是乌龙蛇多啊！但是吼、哦，伊是通地价嘛，伊阁安那还法？我只要把司法剪掉抓住，我说违法就违法，我说你是吼、哦、没有违法就是没有违法了。啊，恁台湾人是还中华民国人咧通敌的呢？现在要搞清楚，就是吼、哦、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的身份。哦啊，因为吼、哦，咱台湾人是比通比价嘛，啊，比通比价吼、哦，想要跟统治者讲法律，啊，统治者高高在上，这个是吼、哦，当风中国大陆，哦，因为统治者的，那是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中华民国的文化，中国的文化，那是一不赛啊。日本人吼、哦，伊伫民地位理性的想吼，伊就感觉吼、哦，这中国这，伊就吼、哦。脱亚入欧啦，啊，咱台湾人吼、哦，是一直被统治，被谁统治？被中华民国统治啊！啊，中华民国呢，以前是蒋介石嘛，传到他儿子蒋经国嘛，啊，再传到现在一直下来哈、哦，哎，变成哈、哦，哎，虽然是让你们选举，可是只要中华民，他的整个规个哈，整个赌局哈、哦，都已经设定好。一定是中华民国人选，也就是中国人在选啊，中华民国的主 的母国啊，就是中国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因三个母国中华蔡英文的中华民国，含这个韩国瑜的中华民国，含宋楚瑜的中华民国，拢是中国嘛。所以说，他们要回到他们祖国的怀抱，那是正常的代志啊。咱是被统治者嘛，咱是被统治者嘛。啊，被统治者想要在统治者之下哈。哦他们欺负民工，你们这个统治者，这个学历出问题，你不能秀兰迪啊，你不能秀兰迪啊，因为我是统治者啊，跟了我国王对你没送啊不哈、哦，你有办法你就加入我统治者的角色，哦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这边的双股了，啊所以讲哈、哦，咱台湾人哈、哦，即摆还佫安尼有当只还佫安尼戆戆嘞，
讲，哎，蔡英文吼，顾主管，蔡英文是台湾人，其实蔡英文吼，伊是台湾人，唔对，但是伊是背叛台湾人的中国人，也就是中华民国人。蔡英文是标准吼，伊是台湾人啊，伊是台湾人，因这挂民进党这挂全部拢是台湾人啊，但是吼，他们都是背叛台湾人的中华民国人，也就是中国人。啊，你被统治者。硬是要从统治者 的身上、哦、争取权利，争取权利，我们可以透过选票，但是伊只中华民国人咧管咱台湾哦，哎，会当互咱见，见到底，我三组中华民国人，中国人，啊，你到底要见到几组啦？所以我卢秀莲就讲、哦、不要让他们连任，要、哦、让政党轮替，政党轮替、哦、对咱台湾人上介好，上哪讲咧？因为哈、哦，这三组中国人。他们会、哦、为了争取、哦、统治台湾人的庞大利益的庞大利益，所以说、哦、他们会互相揭长疤。那我们就喜欢让他们互揭，因为咱比通比价台湾人哦，或者三组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来通敌嘛。啊，因啊虽然蔡英文是台湾人，但是伊背叛台湾人的中华民国人呀。啊，因三组中国组的吼、哦，伊阿咧烧钱要。通比咱台湾，起码形势比人强的下列啊，所以我卢秀莲就讲吼，不要让蔡英文连任，我们要透过政党轮替，我个后壁加了，透过政党轮替吼，让三组吼中国人吼，垫高吼对台湾的社会福利，哦，互揭疮疤，把所有犯罪，因为人家中华民国作为吼，伊怎样，把检调系统抓稳，哦，司法我管的嘛。检调系统我管的嘛，啥物人有罪，啥物人无罪，我讲的，跟他苦水就较早来讲的，讲吼，啊，欢迎了国民党开的啦，啊，无唔对啊，他们是统治者，啊，你讲出来问，你过主管，伊是咧过中华民国主管，伊唔是咧过中国人的主管，啊，我唔知道，我安尼讲吼，所以讲吼，我钦佩吼彭正彭博士啊，伊吼一直去抓吼，伊想这是咱台湾的民主政治嘛。伊伫咧抓蔡英文，他根本不是博士。啊，咱所有读过博士的人拢知影，伊真正不是博士啦。但是呢，他是一个统治者啊。你废话太多，我邀请你加入我统治者的集团，你不愿意嘛？我给你好处甜头，你不愿意嘛？哦，你有正义，有公理，公德心、正义感是二十一世纪人应该有的责任嘛？有啥物二十一世纪歹势害？我中华民国人，中国人就是咧通敌你台湾人嘛，啊你比通敌者，来你甲我起鬼面，我甲你遐个关外讲，因为司法检调拢是外人嘛，司法检调我只要掌握司法检调，我说对就对，我说错就错，我怎么会可能说我错嘛？啊无你去倒嘛，我用国家的公权力，我甚至到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收拢他们，甚至哈、哦、用国家的机器给他们好处甜头。你不要多疑，你不要多疑，因为哦，英国、美国大家都是利益主义的，每个国家的经理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生嘛。我还当讲你中华民国拉我者，当然讲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来做一个小小结论，就是讲吼、哦，咱安尼咩啦，比通比价被统治者的台湾人，含这三组统治者的中国人、中华民国人，啊，我们怎么办？哎，第一嘛。要摆脱被统治的身份哦，第一方法革命嘛。但是咱台湾的民主政治吼，即摆要革命就为难。啊，后边啦，咱就看较远个。2020，无台湾做诶，安尼不要紧。2024，我们吼、哦、要派出一组真的台湾人，要来起从被统治的身份，透过选票把中华民国这三个想统治我们台湾人吼、哦、干掉。2024，所以讲2020这边的选举啦，咱无多嘛，咱爱继续搁互通知啦。啊，但2020啥物，咱会当吼依照选罢法，咱会当吼伫2020吼推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，你的选票爱过80%嘛，像时代力量这边的选票过80%，所以讲人家即挂吼统治者，咱是被统治者，因是统治者，统治者啊想爱靠我就是。以蔡英文为首，诶，因即帮台湾人，
他们还是打着中华民国要统治，啊，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身份的下面，所以我立功立功哦，拜托了，我们不能够让这某一组的中华民国人，他们连任，你看嘛，民进党即马连任，耶稣法改革，也专营正义有改者未？我统治者当然是不仁不义嘛，我要怎么捞就怎么捞嘛，哦，我要怎么抢就怎么抢嘛，啊，怎么样？我说没罪就没罪了，我说我是博士，我美国总统，我吹牛了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啊，国王的新衣啊，我随我吹啊。所以说，咱台湾人是一个被统治者的身份的，啊，对哈，蔡英文因这挂，民进党，他们也是统治者。一起中华民国人，一起中国人，一起背叛咱台湾人，中华民国人。我唔知咧，我咧甲恁甲恁乡亲交换意识吼，咱乡亲通跳舞啦。所以讲结论呐，二空的选举吼，我们哦，跟阿陆秀莲讲诶，不能让他连任呐，再连任哦，整个司法搞烂嘛。无你有材料，你甲开一个吼司法改革哦听证会，讲出你司法改革的成果我听。阿变啊！啊，变有够衰啊，对不？大家拢各有机会，大家拢无罪的，大家拢无罪，但阿变有罪啊！哦，阿变啊，讲分去税收的钱，啊，人家是伊的政党迄落一票三十五迄落钱，伊也无违法啦。啊，甲阿变啊关锁的，啊，我所以讲吼，啊，佫有啊，过了期啊，这司法吼根本你有材料无？你甲开一个司法改革听证会，互咱大家吼，大家来甲发问，对不？啊，这个是吼。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，被统治者想要抛掉中华民国，也就是中国这个蜘蛛网的绑架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革命。不然透过主流民主的选举，台湾台湾基本上不可能革命嘛。所以我们得爱好，透过选票把这群统治者赶离台湾的。啊，立功，咱无机会啊，无台湾做，拢是中国做，拢是中华民国做。所以讲吼，咱这边的选举，得爱因为行政权拢中国做的嘛。所以讲，咱伫立法委员、国会，咱有民主的基础啦。咱伫立法委员、国会内底吼，人家统治者也是国民党，就是吼，民进党、国民党含青民党，因这三党吼，拢是中华民国拢中国做的。我们吼，台湾人爱选出咱家台湾的国会议员。狂扫哈，彻底哈，多数掌握国会，然后把这些中华民国人，尤其蔡英文家哈，背叛咱台湾人，哎，中国人，一个教训，达到监督的作用，把所有的各小党，譬如讲哈，譬如讲这喜乐党，这边一个行动党，这种较我咱台湾的，较我台湾做的。那台湾做的吼，所有吼上去国会来的全面执政，把所有造成朝小也大，一概否定他们的行政权，然后在经过四年的过渡，哦，因为吼基本上他们希尔顿都已经有破80万，透过这种选举，让台湾人取得哦总统下次的总统的被选举权，而且台湾州，啊，咱行政权，咱透过立法院监督行政院，现在行政院整个体制哈、哦，被我们台湾人压掉，立功立息，派去台湾州诶，所以讲，派去台湾州，咱台湾人靠材料，或者中华民国人含中国人，我对伊大约啊，即卖这三州吼、哦，当选以后。蔡英文他们人家民进党是背叛咱台湾人的中华民国人，那是中国人。哎，伊那是因这三组拢准备咧，跟习近平签和平协议呢，所以讲哦，彭博士，我很佩服他，他一直反复的追打，要告诉台湾人，蔡英文他是诈骗惯犯，可是。国际的利益，国际上哈、哦、相互之间国家的互动是以利益为优先的，哦，啊，恁台湾人无才调选出来台湾的总统啊，啊，咱想讲吼，咱是想选民进党，这是代表咱台湾人，
啊，熟悉人，一去了以后，他就吼、哦，强力垄断接收所有中华民国人，国民党迄时阵呢，剪掉丝滑嘛，你讲了掉嘛，我讲有罪就无罪，我无罪就无罪嘛，所以咱台湾人家里无目睭无目睭，我们第一一定要确认，我们是被统治者。啊、蔡英文、民进党、韩国瑜、国民党、宋楚瑜、前民党，他们都是统治者。联合一组，用中华民国的身份出来，算掉，伊拢永远甲你通敌，恁台湾人，恁台湾人是必通敌家。所以我特别建议啊，透过政党轮替，透过政党轮替，任何一个这三个中国党都不要想给我连任，让他们去互揭疮疤。互相把咱台湾人的社会福利哈、哦，比如说英华族照顾啊，连那个婴幼儿的照顾，通通照顾好，这才是咱台湾人哦被统治者哈、哦，现在在追求的哦。以上哈、哦，是我曾淼红展告诉哦，看咱乡亲搞啊，弟兄，利空利空的双股，咱卖好蔡英文哈、哦、连任。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司法全面掌握，以后哦，你彭文正你吵什么吵，把你抓起来关。啊，司法联系啊，检调系统是他们的，他们是统治者，我们是被统治者，我们没办法。但是我们只有透过选票来改变我们被统治的生活，还我们台湾人真正的主权、主管。哦，啊，美国、英国啊，看你怎么比嘛。啊、反正我不给他出乱得了，反正有听我的话就好了啦。哦，啊，以上是我曾淼红展告诉，针对哈、哦，利空利空的宣布，咱台湾人是必通敌家，啊，因蔡英文的民进党是背叛咱台湾人的中华民国人，是中国人，啊，韩国瑜伊也是中国人，啊，宋楚瑜伊也是中国人，拢是中国人。因的目的吼，就是要回归到中国去，他们是习近平开和平协议，这是因一定的代志嘛。所以，咱台湾人爱认识清楚。我讲你听啦，台湾目前的新闻哦，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处理好的一块土地，啊，给中华民国人分出这样。啊啦，韩国如你若有材料吼，还是蔡英文你若有材料，你含习近平开和平协议，哦，啊你若真正中国的人民解放军要甲咱开入来。我跟你讲，美国就跳出来，钱呐、啊！开玩笑，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哈、哦，第一颗原子弹，现在我的内华达先试爆呢，后面两颗哈、哦、才到日本环岛跟长崎的。我美国人牺牲三四十万的人，怕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中华民国，哎，你是中国的叛乱组织呢？你蒋介石还是我第七舰队哈、哦，把你们护送到台湾来的呢？你们对台湾是军事占领的，台湾是日本的土地呢，那是正正的条约里底写的。所以讲，我用这个角度，统治者跟被统治者，被统治者是除了革命以外，只有透过现在的正常的民主制度。哦，啊，咱哦，利空利空不要多，咱利空利息哦，派出咱台湾族，所以咱利空利空这边的宣布，一定爱给第三势力小党，就是哦，希特勒，啊，都叫吼。一边一国行动党，全部这两组拢破百十万，啊，去了利空利息，这两组拢有了总统候选人出来，哦，啊，咱有法度用咱台湾人的选票，大家中华民国人，哦，中国人挂在代表，哦，以上是我曾淼红在告诉，用吼、哦、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角度，他们乡亲交换意见，啊，彭博士哈、哦。就很用心的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们是被统治者，被蔡英文他们这些中国人，他们虽然是台湾人哦，但是他们是背叛台湾人的中国人来统治啊。他说有罪就有罪啊，他说没罪就有罪。有没有听过被统治者哦？哎，我你去看印度啊，去看非洲啊，黑的，咱即卖就是他们比如讲赶快啊，只不过吼、哦，把你乌龙蛇的，我你看未出来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这边就说过。用这个角度吼，乡亲搞完，我感觉吼，政党轮替，我去沙洲去政党轮替，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取得政权前，让这三党去政党轮替，政党轮替会造成他们哦垫高社会福利，以及哈、哦、这个
司法慢慢干净，哦啊，好了，咱台湾人立功立事来选出咱台湾人的总统。以上是我曾淼宏张教授和咱乡亲吼，交换知识啦，形势比人强，哦啊，和咱乡亲交换知识 ，OK， 三九八零八七，谢谢。